早上的10:09，环球邮报记者现在正在台北车站 A1 的出口 ，A1 的出口，预计2月16号到3月1号是全线开放，免费自由试乘。现在，在16号之前呢，是那个团体这边这个申请进出这个团体的车站，你看一大堆人陆续的出站，啊，2月16号到3月1号呢，就拿。准备到地下室排队呢，领这个车票啊、哦。那我们预计2月16号呢到3月1号之间，我们会来试乘几次看一看。首先要看看我们电动轮椅的是不是那个残障人士呢，是不是可以坐的啊？这边那我们里面汇合好不好？这边现在团体的正在要进去，正在团体的正在要进去。这个目前为止的，现在是团体才可以进去，到了2月16号呢，大概才是我们2月16号我们才可以进去哈。环球邮报网路报记者燕国龙在捷运台北车站往桃捷机场的报道。